刚才呢咱们也听了两段相声了，这个大家伙说的题材呢其实都是为了咱们今天所有在座的各位女士们啊，为了给大家伙都开心了。当然我觉得他们说的这个没说到点儿上。那为什么呢？咱们其实这个一场演出来说啊，包括咱们昨天做的这个题材啊，包括人家问的这些个问题啊，都是通过一个女性的视角来检验男人，想让大家伙听听我们男人对女人来说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看法，还有包括男女之间这个恋爱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程度的一个东西。其实大家伙你看这是80、90、00啊，其实大家伙可以随便问问这个男女之间搞对象最重要的是什么。80后这边您看您觉得这个男女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信任吧。信任啊？那您结婚了吗？没有。那何以来的自信谈到了这么两个字儿的啊？那有80后有结婚的吗？您结婚了吗？您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平等互爱。你看人家结了婚说的就不一样了，人家要求的是平等。瓤子，他这抱圈他怎么来瓤子？对，睡会儿吧。也不能不看。90后这边，您各位觉得这个搞对象男女之间需要以一个什么信任程度啊？以什么最重要？人品。人品，你看你肯定没有对象，对不对？你还停留在人品这个阶段，就说明你还没有够到那个人。就咱先说说谁搞对象了，90后。啊，你看你问一天天也不知道瞎忙个啥。就是这是务实的孩子，这是啊。搞对象了吗？那个男朋友多大了？比我小一岁。这哎，给鼓鼓掌，这是优秀的女人啊。看看人家现在已经就往下游发展了啊，你们要注意了，再找人家找你们这儿来了。这节目不在餐评之内啊。属于热场。你觉得那个男女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偶尔要创造一点小浪漫吧。你看这就是男朋友太年轻还需要偶尔创造，这不天天都应该是浪漫的吗？哎，这还差这么一位，咱们你有过？这不能问。对，那个这个不好问啊。这个你认为男女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真诚，享受当下。哎，这话说的一点毛没有啊，这话说的特别好啊。我实话实说，我认为啊，我要是女的，我找男的，第一来说得聊得来，是吧？第二来说，这男的得有责任心，是吧？第三来说，我觉得得有安全感。这磨粉死我了，没完没了的。哎呀，对，也还让他使对儿的吧，对儿的时间还短点儿。这以后这得有要求，不能过多长时间，对吧？男人也需要，我们这样的也需要安全感，对不对？你像我媳妇长得那么好看，把她一人留家，我出来工作，我也没有安全感。你有安全感吗？我也没有。你差点就跳坑里去了啊。这个确实是我们男人也需要安全感。当然你说怎么才能说马上说给一个女生一个安全感，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在任何一个场合当着所有的朋友们宣布我有女朋友，我有媳妇儿。本来说比如说吧，我跟我们小周啊，我妹妹见面了，哎，我说你长得真好看，我说你戴这耳环，哎，你嫂子也有一个。下意识的，咱们就把这我有媳妇这事儿就告诉人家了。就舍不得掐。还有那个眼线笔，是那个颜色的，我还有个媳妇，你看，指着那个应该掐的找这效果。您这什么东西？平时我聊天我也是，一出去跟外人吃饭，哎，我媳妇就爱吃这菜。遛狗也是，我媳妇也有这狗。就随口就把有媳妇儿有孩子这个事儿长期的我就经常的挂在嘴边。我不像我们单位有些那个相声演员似的隐婚。隐什么婚呢？
我也不知道啊，我就光明正大，我人家都怕人设崩塌，我不怕，我就是恩爱秀得越狠，人设站得越稳，就这一块头子，是吧？换个台吧，好吗？把遥控给我，换个台吧。对，看看新闻也是好的。还有人说是怎么能快速的达到一个男人跟女人之间造成一个安全感？家里这钱谁管？我媳妇儿这个跟我说，你们北方男人啊，花钱大手大脚，你们不会理财。我们南方女人，我们会管钱，我们会理财，我们要买小黄鱼的，对吧？所以说现在我们家里的钱都是我媳妇儿管，但是之前在结婚有一段时间，依旧是我管钱。那段日子就是，哎，潇洒。你说到哪儿出去都是饼哥结账，来随便随便结，男孩买东西就痛快，钱花就是快，这要了，这要了，打完包转身出门，那老板出门还送咱呢，人那喊得有气势，一律2元一件，一律2元一件，2块钱买不了吃亏，2块钱买不了上当。但是我父亲一直跟我说，儿子，你这给媳妇钱是吧，但是一定得留点私房钱是吧，男人得有点私房钱，该站起来的时候咱得站起来，你知道吧，你出去你一个场合你没点私房钱你拿不出来，你丢人。我说这倒是也道理，有道理啊。行，爸爸你快起来吧，地下挺凉的，来就是我徒弟就完了，真的。嗯，那于老徒弟老骂街了。而且我发现这个女孩啊，有一个购物的黑洞，就是她每个月必须要掏出一部分钱来去花掉。就是你要不给她买这个东西，她也会买几个同样价格的总数的东西来填充到这个黑洞里面去。有时候你这个你想象不到，但是我们实话实说啊，这一点让我觉得有一个前辈是我们这行里边做的最好的，就是我师父，挣得越多这个黑洞就越大，你们可想而知我师娘的那个黑洞有多大，就是手里边松不留钱啊，有钱就花开心嘛，对不对，买大包小裹滴溜着好几个大啊，什么 LV 的爱马仕的，丁光五四就拉一车回来了。我师傅啊，回来了，挺好，上楼吧。当时我觉得我师傅心里边啊应该想，这是两部济公赚的钱，一个开箱的钱，你们还乐，都是打你们兜里掏出来的钱。谢谢大家，我是烧饼，谢谢。说抵就抵啊，他妈的突兀，突兀可不是无咎，我就没听够这个，意犹未尽。接下来。